这里有四个钩子，然后从这四个钩子按下压，慢慢的把这个透明的推出来。就可以推出来，然后推出来之后，这里有一个沟槽、两个沟槽、三个沟槽，它原本是对在这个沟槽，然后这个是可以往上压的，然后往上压之后再旋转到这个沟槽，到第三个沟槽，一二三，第三个沟槽，然后再把原挡板装回去。这时候就可以达到只有触控四个微动开关的效果，不会同时启动两个微动开关。这个可以试看看。